对，这个就是我们的 logo、嗯、The Things Care Center， 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慈祥的这个这个一对很慈爱的手在捧着一个妈妈还有一个宝宝在手心、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宗旨，我们是承诺好运，这个好运的运是这个孕妇的运，对，所以这是我们的宗旨啦。嗯，那么在我们的月子中心呢，基本上一天都蛮精彩的啦，就是起床开始，从一觉醒来就可以就有人在服务你了，就是一个按钮按一下，你可以叫护士来，可以叫看护来，可以叫就是打扫的来，所以是都是24小时的有人在服侍着你。那么包括一天的5道餐点，就从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还有宵夜的炖汤，所以这就是一天午餐，28天都是全程都是就是地上你的房间这样子，所以你住进来就好像check in hotel 住 resort 这样的感觉，对，然后当然就是对在月子中心坐月子和家里坐月子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有很多的交流活动。是一个平台，可以学习很多新的知识，然后可以交朋友啊，然后也可以从护士方面那边学到很多正确看护宝宝的那个方法这样。嗯，所以这个我们就这个疫情期间呢，我们就刚才聊到说我们从新年开始就已经很注重我们的这个 SOP， 所以我们就不停的在脸书跟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网站那边去为妈妈们加油打气这样，因为毕竟许多待产的妈妈都蛮忧虑的、啊、因为在这个疫情期间、嗯、所以我们都一直都在给一些很正能量的一些 message， 就是去、嗯、让妈妈们知道说我们是与您同在啦，就是大家一起加油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在对，所以我们就在就是防疫期间，我们就设置了我们这 SOP， 就是刚才所说的只限直系亲属拜访，然后一定要戴口罩，然后谢绝海外返国的贵宾到访，然后全部家属要测量体温，这样。所以我们这是新年的时候就开始run 了这个 SOP。然后就包括我们、嗯、你的那个 PowerPoint slide 还是在第一章嘛，所以你有按下嘛，就是。哎，有哎，我有按下哎，可是我的这个镜头还是那第一张哈、哦，是哈。如果我这样子放呢？啊，这样子比较好啊。或者你可以不可以就是说 from 那个 from first line？ 对、这个、啊对 ，OK。刚才我是说这个就是就是一天的月子、啊、午餐啊，对，午餐好的。嗯，对对对。然后过后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就一直 post 这些正能量的 message， 给妈妈们加油打气这样。嗯，好的。嗯，然后这一个就是我们这个SOP， 我们的条这个条例，我们都是贴在大门口，就是 make sure 大家来这里的都必须遵守这些几个基本的这个条规啦。嗯嗯。对，然后防疫期间我们的消毒的程序都加强了，就是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安心了。对，这方面就是我们都向台湾的精英月子中心学习这样。嗯，对。然后我们都是一直用正确的专业的医学运作方式来去进行所有的那个 procedures， 所以这个、这方面呢妈妈们都有目共睹了，都觉得我们的护士团队都是非常专业非常用心的。对对。嗯，所以防疫期间所有的家属都必须检查体温才可以进来，所以这个我们在一早的时候就在还没有 MCO 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一些SOP 了。嗯嗯。嗯，所以在这段期间呢妈妈们都非常的支持，也是都是他们都不会说都要退单这样之类的，他们大家都还是很期待，而且很安心的住进来，然后我们还是一样就照顾了各位妈妈28天。嗯，所以在 MCO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都非常的serious， 就是很
很认真的看对待这个疫情啦，所以我们连我们的看护人员都穿这个 PPE 啦，对，都非常的小心运作这样。是，对，这个是另外的英语版本。所以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因为我们就改了一个 SOP， 就是说我们就不允许上门的这个拜访，就是不能够 visit 来去 make booking。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客户怎么 make booking 呢？我们就搞了很多次的 live Facebook 上的 live， 我们就从 live 那边去share 跟去让顾客们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配套，我们的所有的facility， 就是从这样子方式，我们让顾客好像有一个 virtual 的 visit 这样子，然后再从那里就在电话上订房，所以就在这段期间也没有影响妈妈们订房的那个机会，妈妈们还是一样可以在这段时间为自己的就这个预产来去做准备这样。所以都是在线上订房了。在这个防疫期间嘛，大家不能出门，所以我们也出了这个，我们都大量的推广我们这个月子餐外送服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些母亲是在家里坐月子，然后面临这个食物的问题的话，都可以他们都有跟我们订购，我们都是一天两餐，午餐和晚餐这样子就送到家门口这样。所以在家里也可以享用到这个 delivery 的月子餐。这个之前有的吗？还是因为这个 MCO 你们才？之前有，但是就不是没有那么多人有注意到这一方面。就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大家都在都是在谈这个，都是在网上去找食物嘛，对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配合着 MCO。我们就接了不少的这个订单，是这个月子餐外送的这个。好的。是。所以那么这样Cherry， 你们看到的 slide 是整个 slide 吗？还是看到我的这个 Windows？ 就是看到你的 Windows 的。我看到 Windows 啊。如果我这样子放呢，看得到吗？也是看到啊。一样哈，就是看到这一张月子餐的一些迷思，是吗？对，可是也对，这很多哦。对对对，是，所以对，所以我这里我就可能就分享一些，就是一些对就是这些关于月子有就是有用的一些information。所以我们这里我们这个月子中心，我们就非常鼓励就是中和西很均匀的合并。所以然后这里我们可以帮就跟大家解答一些关于月子餐的一些迷思啊。迷思就是说一些我们就是比较古老的那种传统的板凳这样子啦。这里我们第一个迷思就是说产后补身一定要多喝醋制啊，这些姜醋制一定是这样吗？就所以我们在这里月子中心呢，我们的这个月子餐调理呢，我们是绝对是讲究一个平衡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不一定每一餐都一定喝多姜醋制之类的，因为太多其实反而是一个反效果。我们一定要一个很正常、很适量的去拿捏，才不会造成就是有溢血啦，或者是过量的那个过量调理的这种状况啦。所以这一方面呢，因为如果是比较传统的坐月子呢，就是。好像有一个期待，就是每一天一定要喝多酒、多醋、多姜，但是其实是要做一个很平常的拿捏。所以在我们的月子中心的那个28天的这个营养餐里面呢，我们都是非常均匀的去编排的，不会是过量摄取的。那么迷思二呢，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多喝母鸡汤来去促进乳汁分泌？但是其实这一点呢，就是以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啦，我们生产后，我们的产后的产妇的那个血液中的那个雌激素是非大大的降低的，因为这时候我们需要这个催乳素来去发挥这个催乳的作用啊，来去促进这个乳汁形成。而母鸡的体内呢有大量的雌激素，这个产后如果
吃太多这个雌激素，反而会让这个产妇的那个雌激素水平增高，那么那个催乳素就会降低，导致回奶的一个效果。所以有研究就表示说，其实要吃的是公鸡，公鸡内含有的那个雄激素、有对抗雌激素的作用，所以反而是可以催乳，反而是可以让乳汁分泌更多。所以至于这一点，因为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顾客会在问，以比较传统的方式去问，哎，为什么你没有让我吃母鸡汤？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些正确的知识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来个了解，说就是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膳食，对于这个食物的那个营养编排，都是有做了一系列的这个适当的这个research and study 来去编排出来的。所以并不是好像一味盲从的就跟着传统的那一种秘方来去进行的。所以喝公鸡汤会比较好哈。对对，是要吃公的鸡而不是母的鸡。对，是。然后第三的迷思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迷思，就是说如果是传统来说，很多都会说不可以吃蔬菜，不可以吃水果，因为水气大，就会我们华人就很简单的说，就是说吃了会凉，凉了就对身体不好。但是其实呢，坐月子一个28天都要一直吃这些非常刺激性的、非常非常 strong 的这些食物。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吃一些纤维系列的这种水果和蔬菜呢，其实完全都不能平衡下来的，我们的身体会负担不到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在我们的月子中心里面看到每一餐我们都会配送一些水果，也会配送一些纤维系列的菜。所以这方面如果完全是以传统仪式来说，就会好像有点吓到的感觉，就是哎，怎么你让我吃菜。但是其实呢，在我们就是说一个科学角度或医学角度上，这是我们就是说一个 balance 的一个 nutrition 是非常重要的。就以好像台湾的一些精英的月子中心来去看，他们的每一餐料理呢也是一定会带有水果蔬菜之类的。所以这方面就是说坐月子不要为了不要看到水果看到蔬菜就怕这样子。对，所以这些都是关于月子餐的一些迷思。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面对到很多一些坐月子的一些迷思，这些坐月子的这个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比如说很多人就说坐月子不能洗澡，那么传统习俗呢就说分娩后就是全身毛孔会张开，然后加上血虚，如果洗澡的话就会让寒风侵袭体内啊，然后就会说会有经痛啊，会有风湿啊之类。但是其实现代科学来说，就是说清理身体其实就是具有活血和行气的功效，可以帮助产妇解除分娩的疲累，然后再加上就是身体清洁，你心情一定也会更好。对，所以这个只要我们去正确的对待，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你会阴没有伤口的话，你2到3天就可以沐浴。那如果是说有剖腹产的那个妈妈们，就可能要久一些，可能要先擦浴，就是擦身体，然后过后可能1个礼拜或2个礼拜后就可以沐浴这样。然后只要水温保持35到37度，然后用煮过的草药水的话，如果可以让大家更放心的话，那么我们就用草药水，然后控制沐浴的时间5到10分钟即可，然后洗完澡就赶快擦身，然后立刻保暖这样。对，好的。然后在第二个迷思就是非常困扰很多坐月子妈妈们的，就是说坐月子能不能够洗头。所以传统的话就是说绝对不能洗啊，因为以后会留下病根啊，会头痛啊，会风湿啊，会脱发啦。但是其实呢，我们华人传统为什么说不能洗头，是因为古代的人没有自来水，也没有这个温水的这个我们讲这个 hot water 的这个 supply 的 facility。 所以以前的人只能是靠井水，就是要去井口那里挖水上来去洗头。你可想说那个井水一定是凉的，再加上中国有春夏秋冬，就在秋天冬天就更不能洗头这样子的一个缘故。
所以如果我们以线上教学来说，我们现在有我们很方便的可以取到窝膜的，就只要在37度左右，然后或者是可以用就是姜水洗头，这方面只要这方面去顾虑好去注意的好的话，其实是绝对可以洗头的，因为我们洗头时按那个头皮，而且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这样子的，所以然后我们在洗院呢有自己的美发廊，然后产妇可以很轻易的就享用到我们的那个头发护理的服务，就好像这个照片里面看到，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个salon corner， 产妇们都可以不需要自己动用到自己的十根手指去洗头，可以很舒适的有就是看护人员可以跟你做一个很 professional 的很专业的一个头皮或者是这个头发护理的一个服务，这全部都是在我们的中心里面。你那个护发的照片看得到吗？没有看到。没看到哈，这样子看到吗？OK， 看到了。洗头的照片。是，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坐月子的时候能不能洗头，就是说其实用适当的水温跟适当的处理方式是绝对是可以的。我们人本身清洁本身卫生清洁，我们个人我们的心情也一定更好这样。那么另外就是迷思三，就是坐月子最好要长期卧床。这一方面也是不对的，就在医学现代医学方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常活动，然后来去也是就是促进血液循环，也是可以让就是有这个腹肌收缩腹肌的这个功效，然后就促进子宫的复原，然后同时有助排出这个恶露。当然就我们就看就是比如说剖腹产的那个产妇就可能要在吃就是多就一星期过后才下床做复健的那个运动。如果是顺产的妈妈们，其实在一天之后就可以站着就很方便的站起来去进餐啊，去上厕所之类的。所以这些活动方面呢，其实就我们不要被这个迷思，就是说一定你不可以站起来，不可以坐起来，你只可以躺卧，其实是其实也不对的。我们都要全部的事情都是要以一个平衡来去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所以为此之类呢，我们的月子中心就有主办很多的那个活动，一系列的活动，让妈妈们就是上下课啦，交流心得啦，或者是现在我们也要开始主办这个就是 online 的，就是用透过电视去学习瑜伽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都蛮鼓励产妇们在月子期间多多活动这样子，就不要只是坐卧不起这样。最后一个对，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哺乳讲座，我们都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些课堂，让妈妈们一起来参与活动交流。那么第四个迷思就是说坐月子不可以看书看电视，那这些都是因为以前古代我们的灯光不足，我们要点蜡烛，我们灯光不足，晚间如果在看书的话，这样子真的是对眼睛是不好，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华人传统古代的一些迷思。那么现代科学来说，我们其实都是有足够的只要我们 make sure 我们的光线充足，而且我们保持正确的那个姿势来去读书，而且尽量读开心的题材，不要以免激起一些好像忧郁症之类的那个题材，尽量都读开心的题材。那其实这些坐月子不可以看书看电视，其实都是非常传统的一些迷思啦。对，所以对，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比如说我们月子中心也不久都会有一次的这样子，好像一些书本分享会。我们的月子中心有收集了很多有益妈妈们的一些这些书本，都是关系到如何带宝宝啦，如何 breastfeeding 啦，如何正确的这个 parenthood， 如何正确的走下去，我们都有很多这些书籍。那么我们九九一次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书本分享会，然后让妈妈们一起去分享书本上得到的心得啦，然后或者是就是分享交流这样子。
所以作业只不能看书是其实是传统的思维了，对，好，那么以上都是分享关系到关于月子的一些迷思。接下来我这里要播放的是说我们这个喜悦要一周年啦，这是我们的周年庆。我们周年庆呢，然后我们也有搞了一些宝宝的竞赛，照片竞赛，就让妈妈们，让出了月子的妈妈们把孩子把宝宝的照片上载到脸书，然后就得到最多的 like 的话，我们就会送出大奖，就是现金的奖这样。然后就当然为了我们的这个周年庆，我们也做出了不同的 promotion， 就是现在如果我们有去订购这个配套的话，我们还会送上200块的 shopping voucher， 就是古晋最出名的那个宝宝产品店叫 Poppies 的那个200块的 shopping voucher 都可以在那边购物的。所以我们这一年来呢，我们喜悦就非常感恩有您，非常感恩有大家的的支持，让我们这一周年都顺利走到今天这样。然后这是最后一张 slide， 就是说我们的宗旨就是承诺好运。好的，我的非常棒。